Produce 101第一季中诞生的宇宙，想必是许多人心中的痛吧。因为赤节目的限定团体出道不到一年就宣布解散，短短的时间之内却拥有广大的粉丝，可以说是女团的传奇之一啊。韩国女子组合原创文章，而团体解散后成员们纷纷回原公司发展，有不少人也以其他女团身份再次出道，像是 PRISTING99 Wacky Makey 跟宇宙少女都看得到 HIYY 成员的身影。这些成员们也都在各自的团体中发光发热，而且都拥有坚强的实力。韩国的综艺节目神秘音乐秀蒙面歌王就是一个测试本身歌唱实力的好方法，参赛者隐藏年龄、身份、职业等讯息，只靠声音来进行淘汰赛。而 IOI 出身现为 GU99 的市政就曾出演过此节目。另外还有 PRISTING 的杰琼、纳容、 Wacky Makey 的友情、宇宙少女的脸镜，还有 solo 歌手请夏都曾经上过蒙面歌王，也让粉丝们惊讶 IOI 里原来这么多隐藏版的歌王啊。就在最近的8月5日， IOI 中又多了一位上过蒙面歌王的成员啊，他就是 Wacky Makey 的杜妍。加上杜妍的话， IOI 已经过半数都上过蒙面歌王了，真的是太厉害了。除了歌手身份之外，杜妍也持续在挑战演技，在主持方面现在也是 Get It Duty 2018的固定主持啊。这么全方位的偶像真的很难不爱他。而杜妍在蒙面歌王的歌唱表现也让来宾们心空到不行啊。